我看尽三宗教典，到最后的核心就是今天讲这，千经万论不输标啊，穷极呢，咱是如来众生，咱是发心尔。讲空、讲因果、讲业力、讲净土，拢总丢，迄构成。所以佛法有全教、有实教，今仔前前后后几乎拢总无全教，是一性的顿悟法门，安尼注意了解啦哦。相信在以后你生活的过程当中，中华民国98年11月7日上午早时，一个9点到11点，是以后你生在佛道当中听了一次真完美的顿教的法门，这点就是因啦。你看，释菩提在《金刚经》的会上，听释迦牟尼佛讲的破相显性、明心见性的道理呢，听到当场哭到毛毛叫啊，一哭会毕业，无开悟人哭未毕业。今仔互俺欺负者哭一遍，后摆死囝是哭一遍，死阿公的是搁哭一遍，哭未尽、哭未停，叫做哭未毕业。哭未毕业就是讲明心见性，这边哭了，看哭都使用人啦。所以讲今仔日在这所在要结束以前，我个抱留呢，该恭喜心，希望今天所讲的，大家听有落去话呢。我相信，予恁足济人袂行冤枉路，因为我过去，我嘛感觉我无行冤枉路，一路行过来呢，拢总即个法门无改变。释方三世尊嘛是以这条路来成就无上菩提。最后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福慧庄严。东正佛道，再会，阿弥陀。功德回向，信众请合掌。哎，那大家合掌吼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至三途苦，下至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步心，尽此一步心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。